老人家不要多言，寻找西施姑娘要紧啊！范大夫，你无谓再揾啦。点解？你要揾个地方，竟已到啦。老人家此话怎解？范大夫，为掉连轮中魂，我将大夫送来此地。我连我月魔五之人，就是西施姑娘她，她殉难之事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小心啊！老人家此话当真？当真？老汉亲眼所见，西施姑娘就在此后睡身亡啊！哎呀，范大夫。